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法裁西装，因为我预计要参加十一月中的走中奖典礼。那听说他们的西装都是世界名牌的布料，质感好像不错，那就跟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是一个让你出席一个正式宴会的服装而已，但我觉得要代表你的特色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比较神父的感觉？太可怜我，教父啊还是什么？其实我只是觉得需要一点创意。要给老板，你帮我推荐一下。保持这样子这种姿势，在五秒钟，它会显示扫描完毕。目标就是红色、黑色之类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搭上黑色衬衫。那这全是全部红。那这是红黑。对，这是我们其中一套，我们可能会想要弄的走的礼服的。对，另外一套是想要走基努里维的路线。全身都是蛮深色的感觉，这样子，以黑色、深蓝色衬衫这样子来搭配，然后黑色领带这样子。袖子让它跑出来，打有点黑灰色的领带了。我们刚才录下的东西啊，看到都没关系。太垃圾了。接着下来呢，外面是不是飘起了小雨啊？看大家都纷纷撑起了伞来。接着下来呢，要进场的是王狗。都市传说全制霸的王者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手上这个不会是死亡笔记本吧？没有，我今天是身负重责大任。我朋友他是上分不要看的超时钟粉丝，所以要收集签名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很忙，所以我就是要拿上来证明给他看，我放在心上，就是有心意在这边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要到。好，我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，早点放你进去，赶快去兜一圈，赶快进去晃一晃，这样子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欢迎王狗。惊悚奖，跟我一起入围的有维腾、粽子通、老王、L B， 大家都非常的优秀，我很期待这次结果是怎样，祝福大家。那我们接下来看最佳恐怖惊悚奖入围的有，最佳恐怖惊悚奖。老王，猛鬼故事团，幽灵巴士是真的吗？约人去观音山现场说两则灵异故事，却出现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。通常人会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就是最近红什么？都市传说，一句话恐怖故事，恐怖短剧。王狗。鬼影实录 #7 女鬼桥录到超诡异影像，东海大学恐怖传闻，中指通通奸除罪化，中指通一王二后玩很大。维腾，请注意慢跑的人，不要在田间慢跑，跑到一半后面突然多出奇葩人，好像他对我们被他吓到的反应很满意一样。最佳恐怖惊悚奖维腾，恭喜维腾，恭喜维腾，恭喜维腾。维腾运用可爱且生动的动画传达出最细思极恐的故事，恭喜新鬼王。对，
大家这个今天这个典礼结束了，这是我们的那个恐怖惊悚奖的得奖的人是维腾，因为他那部片我有看过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棒。从我现在拍 YouTube 频道下差不多四年多，这一年多呢，我自己对我的作品是非常的不满意，但是呢，就在前几个礼拜，我找到一个以后会用更逻辑、更科学、更专业知识的方法去探讨这个灵异相关的领域，希望能够找到这方面玄学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大家就期待我之后的影片吧。非常感谢这个法财西装给我了这一套衣服，我个人是觉得是真的蛮好看的，虽然我对衣服资料不了解，但是就是好穿，然后蛮好看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走中奖，明年之后再见吧。如果喜欢我图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喜欢、打网购，拜拜。Kate's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，想多了解 Kate 的话，就下载哈米 Video APP 进入 Kate 网红馆吧。